姓刘，我住在这边，从民国五十二年住到现在。这些树是光复南路有了以后就开始种植的树。这一棵树是非常宝贵的，叫印度紫檀，已经这么大，已经一个人合抱不来的。但是呢，从昨天晚上呢，非常粗暴的来了几十台那种挖土机跟卡车，就在一夕之间呢，把他们全部断根就砍就运走了。但是照行政院树木移植法，它应该是先修枝断根再移植，中间的过程必须要至少六个月。为什么一夕之间就可以搬走？哦，这令人非常非常的愤怒。明明有法令规章可以依循的，竟然没有好好的照这个东西来走。然后呢，今天一整天我们都在报警，结果警察还没来。这两个晚上才搭的帐篷，才搭不到两个钟头，他们有人去举报，警察马上来了。现行的犯罪不来管，我们搭个帐篷没有事的他来管，这个执法非常的莫名其妙，这个完全是不知道重点的这个执法。这是人民的财产，这是大家共同的财产。这两个屯障在这边做野营，有什么妨碍到大家？围起来的也是他们施工的人围起来的，并不是他们围起来的。所以这很明显的执法就很莫名其妙了。我只能讲这么多，我是很生气，我是很愤怒的。你是说那边有也有几十棵？是不是？那边有二十几棵，一夕之间全部被车走了。昨天晚上的事，利用下雨。雨很大的时候，车走了。也是什么印度紫檀？也有各种树都有。哦。这中间的木棉也被车走了。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它移走吗？就说什么要做什么？昨天晚上是说是地下工程嘛，那今天说什么道路计划？事实上这些事情都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，而且没有地下工程，这里并没有地下工程，所以很明显的是在扯谎。那个施工单位没有人出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拒绝出来。哦。他们拒绝出来，然后反而报警。哦。或者说妨碍什么东西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。连姓都不能告诉我。我是江一平，我的脸书江一平，长江的江。江一平。是。我姓刘。是。我今天已经被采访了多次。哦，这样。气死！真的气死！我看到有警察过来，他们有做什么动作吗？他们要管这两个帐篷，他们才不管这个事。哦，这样吗？我来问问看。Hello， 警察先生，我看到你来到这边，你看到这树这个样子，您的这个有什么办法帮忙吗？请问您来这边执勤是的任务是什么？让他进来一点比较安全，这边外面车多。对，我知道。进来一点好不好？对，我跟你在同一个平面，车子如果要撞，是您在我前面。您在这边是要做执行什么任务嘞？警察波波不说话。